来了，极度耐玩的手游来了，可可。我觉得我们一样先打竞技，再继续讲好了。对啊，这样比较不会乱。那我们现在战力是多少？10000哦。哦，再主训一场好了，超时了。然后等一下，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再一直解释哈。在哪里啊？先升级呗，有点像胖兔的感觉啊。但是我觉得他最特别的是他的那个角色还蛮多的。那我们本身这些角色都讲过了吗？绿贵宾啊，诶，丑翼佣兵其实也没什么。哎呀，金刚兵感觉也没什么印象哎，大大。小熊应该有了，这个干嘛？啊？真假的？因为他现在已经有这个装备了。那我们先聊天一下吧。对，我约一波人家来玩的，我觉得。